我怕我不答应，他对你不利，我就给他了。你说什么呀？这些照片就是拍来做证据的。没想到这个人表面一副纯真，就是这么一个人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啊？ 昨天还好好的，他怎么可能跟你要钱呀？你一定是在骗我。我骗没骗你？你问问他拿没拿我的支票不就得了吗？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我想。 不会接你电话，我要去找他。 黄炼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他有严重的酒精过敏，喝酒会有生命危险。真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他必须在这里住院观察两天。好，我去办住院手续，别说他没面。如果他醒了，你随时来找我。谢谢啊。好，那你去消费吧。好。 红酒课我不上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说红酒课我不上了。为什么呀？没有为什么，反正血了也没用。好，以后我不会再麻烦你了。再见。 真的太高了，这么一会儿反而把事情办得都差不多了。就是啊，一心，我真舍不得你这么早就要走，我以为你怎么也得毕业之后才走呢。我也不知道事情会进展得这么顺利，就好像老天也急着要赶我走似的。我宣布，那这个周末咱们举行一场盛大的游艇 party， 到时候你们都得来，庆祝一心顺利跑路。我会把黄炼也叫过来。 咱们不醉不归，太好了！哎，那是不是可以穿比基尼了？哦，那我得从现在就开始绝食了。那。
咱们待会儿去逛街吧，顺便买几套新的泳装。一心，你可要在临走之前给黄丽留下一个最美的回忆。我就不去了，咱们还是等我回来再去吧。可是你不来的话，黄丽也不答应啊。对啊，一心，你怎么了？跟黄丽闹别扭了？没有。那就必须去，你不开心，我也不开心。在这个最不开心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玩的最最最开心。喝这么多，不怕出人命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本来还有希望找你，可是现在都是你毁了我的希望。我扶你回去。怎么样？第一次穿衣服睡觉，感觉挺好的吧？潘老师，我真心觉得你有问题。来，起床，我们吃早餐了。早饭。就让我喝酒啊！你昨晚喝醉了，喝点橙汁洗洗脑子，这样头就不疼。自己倒。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没好，我就这样了，我这辈子都好不了。我是说你的头疼好点了没有？哎呀，疼死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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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疼死你了，疼死你了，疼死我了。
搞什么放什么音乐啊？跳个舞。现在可是早上哎。谁说早晨就不能跳舞了？我昨天晚上给你开了个房间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哎呦！看看外面，阳光明媚。过去的一切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。活在当下，过去的事情自然就不会再影响你了。这间房间，我给你包到了晚上六点。困了，可以在这多睡一会儿。今天这场聚会全都是为了陈玉欣小姐举办的。因为她即将要远去英国读书。陈玉欣曾经跟我说过，她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要自由。自由？我想离开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也算自由的一种吧。陈玉欣，恭喜你。谢谢。谢谢。我们还给你准备了惊喜。给我带上来。去找过你，你不在。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为什么不敢见我？你是不是收了我爸爸的支票？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面对大海的时候，觉得他那么了不起，那么宽广。还有无数我们看不见的生物，可是在人类面前那么脆弱，像海豚啊，鲸鱼啊，他们随时濒临死亡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一心黄烈，一心黄烈呀，过来吧，过来，走。接吻，接吻，
接吻。对啊，我是收了你爸的支票，因为在这个城市里，我就是贫民窟，也只有钱才能救得了我。你猜我们上次那瓶酒会不会已经飘到这儿了？还是被鲨鱼吃掉了？等你到了英国，一切都从头开始。你失去了一些东西，必定会得到更多的东西。
跟我斗。是个葡萄吗？葡萄。啊！啊！别打！别打脸！打人不打脸！酒窖喝葡萄，再敢动一下，我饶不了你。啊！那么难吃的葡萄，谁动它呀？酿酒的葡萄和食用葡萄不一样。谢谢啊，珊珊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份协议书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你签的。对，今天谈什么协议书啊？珊珊，今天不谈协议书。谈感情。珊珊，你说。怎样才能原谅我？你不原谅我，我撞死了珊珊。你行了行了，你别闹了，我原谅你还不行吗？行，特别行。那个汪启林怎么还搭个帐篷坐那儿了？耍无赖呗，死都轰不走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汪启林啊，我感觉来头不小啊，不像是活该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他现在不就要酒庄一半吗？你让我去跟他谈一谈，我让他把整个酒庄都买下来。什么？你听我说，珊珊。你看咱现在这酒庄位置不好，离城里远，买东西都买不着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你天天这么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的，我担心你，是不是？让汪启林把酒庄买了，咱们在城里买套房，然后写咱俩的名儿。结婚用，对不对？一来，不用天天面对这流氓了；二来，得到房。两全其美，一举两得。我告诉你，我家的财产还用不着你来分配。珊珊，你又来了，我这是为你、为我着想啊，为我们的以后、未来着想啊。你想想，买完房剩下的钱，我们还去旅游，欧洲、澳洲、美洲，咱们尝遍世上最好的红酒，是不是？认真想想。我跟你说，珊珊，这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。啊？那好吧。好吧。珊珊，你真明智。那我有点事儿，你先忙啊。好，我通知律师啊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
我这个人还是很客气的，不像你，我一到你那儿去了以后，动不动就是剑拔弩张，啊，刀光剑影的。我来是想要不要喝点茶？啊，不用了。那个吃点饼干，很好吃的。哈哈。我来是。哎呦，今天天气真不错哈，阳光很明媚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，啊，是吧？春风拂面，嘿嘿。家人做饭。你找我啥事儿来着？正事儿。啊。你不是想要酒庄吗？啊？不不不，我是想要，我是想要我那一半的酒庄，我没说我要全部的酒庄。我没有这么贪心的，我知道，我就是有件事想告诉你。你说说说说。我呢，现在已经跟朗朗订婚了，而且还签了婚前协议书。喏，协议书上规定啊，婚后呢，这座房子就归他管了，也就是说，现在这座酒庄的所有人是朗朗了，就不是我了。所以你要是有事儿的话，就去找他，他说了算。我呢，就是来正式通知你，以后有什么麻烦就去请教他，不用来纠缠我了，啊。这事儿好办。打开。英雄，饶命啊！你怎么绑我？我什么也没有，我也没钱，我那些车都是租的，我的衣服绑上买了假名牌。行了，您放了我，别。我们图的不是你身上的钱。打开。那您图什么？只要我有了，我肯定给您。我只要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您说。哎，我听说你跟杜山签了一份这个什么婚前协定，是不是？规定这个婚后的财产都归你所有，是吧？对。婚前协议给他。既然你承认，那就好。那我们谈一谈关于我这一半酒庄的事儿吧。啊，当然了，我还有一份补充协议。补了没？彤彤，补了没？不对焦了你。不对焦。我签。不，那个，这就对了。英雄，先帮我把这个解了呗。好签一点。得了吧。大哥。谢谢。哎呦，有点麻烦。扶我一下，大哥。扶你，干什么？意思就可以了。我自己起。快点，这快点，这快点，这。哎，不，这个还有杜山没签呢。哎，杜山，你过来把这签了。我宣布跟杜山解除婚约。杜山，都在了。你那什么男朋友嘛，太不靠谱了。哟，怎么啦？我刚一提这酒庄的事儿，啊，他就吓得给你解除婚约了。行。谢谢你，你的任务完成的非常圆满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正愁怎么跟这个怂人分手呢。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
中枪时。怎么样，咱们城堡都得有，对吧？我们就这样。你不是不来吗？反正也就是修学分儿，我觉得这个还容易点儿。为什么呀？照顾你生意呗，你知道吗？从小到大就没有人给我做过这么正式的早餐，所以就凭这个，我也得照顾照顾一下你的生意。那你真是太没见过世面了。我给很多人都做过早餐，是吗？是啊。嗯。既然来这么早，要不要帮我准备一下酒？喂。来，快点，准备了。好，来，同学们，我们到前面来坐，准备上课。坐。不去，别好心没好报了，赶紧走吧。哼，你好心好意，说什么条件吧。算你聪明，只要你把走钢的那一半还给我，我就让你进去避雨。我就知道你会提这个。在以前打仗的时候吧，敌人收买叛徒啊、特务啊、汉奸啊，都是这样。可是后来呢，那些坏人呐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没有一个好下场。我真是好心好意没好报，热脸贴了个冷屁股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谁是屁股啊？我今天算了。走吧，这都什么时候了。我哪也，哎呀，我哪也不去。说吧。不喝。爱喝不喝。啊。你让人喝个东西，老是
别拧拧行不行啊？态度一点都不好。好久没有喝到热巧克力了。我说，你这个人都惨成这样了，怎么还不回家呀？你说你这人，耍起赖来还真挺执着的。咋了？我要是耍赖的话，我能坚持不懈地站在大雨当中。我要是耍赖的话，您证据确凿，我却不把你起诉了。我要是耍赖的话，万贯家财，我却无家可归。万贯家财，无家可归，我倒是看出来了。万贯家财呢，倒也谈不上。哎，哥们从前也是风流倜傥，有车有房。那车呢？房呢？都输光了吧？怎么可能呢？都给我媳妇了。啊，不是，前妻，说顺嘴了。离婚官司打输了。没有，不像你说那样。我媳妇呢？找了一个小白脸，这小白脸除了脸白以外，整个就是一废物。我想我媳妇儿要是跟这废物将来过一辈子，万一要是怎么着了，那不完蛋了。我就给他留了一条后路，自个儿净身出户。要不是因为这事儿，我也不会翻起十几年前的旧账。好，跑你这儿赖着了。说咱们两个之前挺不对付的啊，那你们也是棋逢对手，英雄惺惺相惜，不打不相识。那就把以前的不愉快把它忘了呗。整理的你之前说过喜欢的首饰，我整理了一下，我到英国也带不去，你就帮我消化了，好不好？我一定都带。都带？你长几个脑袋你都带？管得着吗你？我愿意，就是舍不得你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舍不得你们。你心，你要早点回来。到那边照顾好。这里是保护海洋的活动现场，
刚才有一位年轻男子拿出一张500万的支票投入我们的募款箱。我不要。他走的时候非常匆忙，你先，他也没有留下电话，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。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他的善举都深深的感动，就连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只拍到了他的侧面照片而已。下面我们采访一下工作人员，请问一下刚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